森林王子在昨天的比赛啊，也是单场有两支的安打，而且也有贡献打点，目前已经连续五场比赛敲出安打了。垒包上面的跑者走，这个球到三垒被抓到了。哇，在那边垒包上面的跑者一二垒啊，同时要起跑要来做盗垒，结果这边呢是传三垒抓到原本在二垒上的小破刘福豪。你看这些球，原本让球就进垒点比较偏高，加上王军生这个起身的动作，其实真的是做得蛮快。当然这边呢，其实有一点可以来讨论，就是说，感觉上廖小波如果是比较早滑垒，所以他在地上的一个时间原则上是比较长，因为你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间比较长，多多少少都会让你的速度给慢下来。